减掉十六路查高端内线，再也质疑高端股价一年差13倍，为何一年半才查？公司或个人任何违法的行为，我们尊重减掉独立办案。高端疫苗是经由专家科学数据检验会议通过才使用施打，施打后我们从整体大数据分析也看到高端疫苗确实对于受感染者没有转为中重症或者死亡有效果，而且不输国外的疫苗。至于公司或个人任何违法的行为，我们尊重检调独立办案。